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师父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这个翻译《十地经论》的另外一位作者，就是热那摩提。这个热那摩提呢，他是这个中天祖的僧人，来到我们中国北魏的时候翻译做宝译。这个热那摩提呢，他这个对于禅修呢很专精，游敏禅法，译存游化，就是呢他到处去弘扬佛法。那么在北魏的时候，正十五年，就西元508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洛阳，在这个洛阳呢，跟这个菩提留支还有佛陀闪多三个人呢，来翻译这个《十地经论》。同时呢，这个热那摩提呢也翻译出《宝积论》，还有一部呢就是《宝性论》。哦，在这个《续集高僧传》里面没有提到哈。但是在其他经典有提到，这个热那摩提呢，他还有翻译一部这个如来藏学派，这个如来藏思想的一个重要这个经论，就是宝性论，这些呢。那么除了这个翻译经典之外，这个热那摩提呢，他还有一个传奇的一个公案故事，就是呢这个北魏皇帝啊，他们请这个热那摩提呢这个讲解这个华严经。那么这个热那摩提在讲解华严经的时候呢，披示开悟，经义美发，讲得非常的精彩，讲得非常的好。一日呢，有一天呢，就正做这个讲经法座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一个持这个护殖民者，就是以前呢这个文武百官啊，要去上朝觐见皇帝啊，就持这个护一样哈，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官人，他持着这个护，这个来这个法场，他说他是奉这个天上这个玉皇大帝的这个命令来请这个热那摩提呢，这个到天宫去讲解这个华严经啊。那热那摩提呢就跟这位这个异于常人的这个天官，然后就说，那现在呢正在讲这个华严经呢，法席尚未停止，就还没有讲完，那么等到我讲经结束之后，我必定呢会上去，会过去，然后那么这个热那摩提又说了，虽然法是所知，独不能见，就是一堂这个法座，虽然重点是在讲解的人，然后主讲者讲经说法的主讲者，但是呢还有其他的，比方督讲啦，还有这些佛堂必须要有这个香火，还有这个参赞祭诵的这个维罗梵拜呢，这些呢这个法事讲法的一开始可能也有唱个赞啦，请这个讲经说法的主讲法师捻个香啊，这些呢香火维罗梵拜也都必须要啊，你光只请主讲者上去那也不成法事啊，所以呢也应当请这些督讲还有这些香火维罗梵拜的这些法师一并一块去，那么才行啊。那么这位这个异于常人形如天官的这个使者啊，也听从这个热那摩提的这个说法，那么一去讲请这个督讲啊香火维罗梵拜这些法师众生，然后那么呢等到这个讲经说法圆满的结束了，那么这位异于常人的这个天官啊又再次出现，那都说这个奉天地啊这个玉皇大帝之命啊，故来下来呢引请，那么这个热那摩提呢宝义法师呢含笑衣席衣啊，告众持诀，俨然足于法座。督讲等身啊，亦同时云啊，
未尽文件无不捉昧，就是在同时呢，不读这个热那摩提呢，他呢含笑就这样作画，其他这些相关的这些都讲啦、香火啦、维罗啦、梵拜的这些法师呢，也同时作画，哦，就一时之间呢，这个在北魏境内呢的传为呢，大家呢这个都非常的惊讶赞叹啦，哦，就是说表示说这些这个法师啊，他们都能够这样的一个来去自如吧，说走就走啊，哦，就有天上的这些玉皇大帝派使者来请去讲经，那么呢，这些热那摩提以及相关的这些法师啊，他们也都能够一时之间呢就这样作画，哦，那么这件事呢，也在这个《续高僧传》里面记载了下来，哦，也表示说这个修行的这个道恨，啊，也是呢从这个地方呢可以让我看到古德啊，他们呢除了这个讲解之外，其实呢他们的行持啊也都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注重的，尤其是北方啊都注重禅修，所以这个热那摩提呢他友善于禅法，哦，友善于禅修，就可以这样的作画说走就走，哦，不都是他自己个人而已，其他相关人也他们的禅定功夫啊也都是一级棒，所以都能够这样的作画，然后到这个天宫呢去为这个天地啊玉皇大帝，啊，来讲这个华严经啊，这是这个古德他们的德恨啊功恨啊的一个殊胜。那除了热那摩提之外，这个翻译十地经论的还有这个佛陀闪多。佛陀闪多呢，他是北天竺僧人，那么通内外学的这个典籍，所以这个古代这些高僧大德啊，其实他们的学问呢，啊，都很渊博，记忆力都很好，所以都能够通这个内外学的典籍，不读佛经，这个是专业。那这个外典、外学，他们也都能够博通，能够会通。因为这样，所以才能够呢，一旦呢，有这个外道人士啊，前来这个踢馆，或前来这个论辩啊，才有办法呢，这个辩赢对方啊，使这个佛法在当地能够畅行啊。所以这些古德高僧大德，他们的学问可以说就是博通这个内外学典籍哈。那么佛陀闪多呢，特善方言、游工艺术，在这个方言方面呢，啊，在语言方面是他的一个专精哈。所以有人对这个语言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独有这个才华哈，哦，学习语言呢，他这个能力特强，有的人各国语言呢，好，那种能够讲各国好几国的这个语言，哦，那么这个佛陀闪多他也就是这样，他能够讲很多国的这个语言，像这个竺法富啊，就通这个西域36国的语言呐，啊，哦，这个很不简单呐，啊。这古德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的能力啊都异于常人，哦，那么这个佛陀闪多对于这个艺术方面，他们也非常的专精，啊，然后像这个僧佑，他也是对这个艺术也是很有这个才华，哦，像这个梁武帝要这个造这个佛像，也都请这个僧佑去监工，哦，他们不独只是在这个佛典的一个专业很强之外，对其他相关的他们也是随缘随分，然后随缘随分把它学起来，就能够不能够广用、哦，这个在这个古代这些高僧大德里面，我们处处在这个高僧传记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哦，那么从北魏孝明帝的时候到这个东魏孝敬帝的年，这15年间呐，啊，这个佛陀闪多呢，也是在这个洛阳的白马寺，还有叶都就是河北和，哦，安阳这一带的这金华寺，他也翻译出这个《金刚上位陀罗尼经》跟这个《摄大圣论》，共有11部啊，哦，就可见这个古德啊，他们这些翻译经典之外呀，啊，对其他
的这个武民呐、啊，哦，武民他们也说是列有这个专长，哦，列有专长，各有专长，然后却没有说的只一经一论呐、啊、就满足啊，都是博通经论的，然后这个广学多闻呐、啊，哦，这也是让我们这个值得敬佩的地方、啊，然后，那么我们在这个接下讲完这个翻译《十地经论》的重要的三位这个译经者哦，菩提留支、热那摩提，还有这个佛陀闪多，我们再来讲这个菩提留支所传的这个弟子哈、哦，这个十地学派的这个北道系这个重要人物道崇，道崇他姓张哈、哦，俗名为宾，张宾，他是这个高齐原位之际啊，哦，是这个国学大儒熊安生的学生，哦，这个国学大儒熊安的这个学生，联邦所重，就为当时候这个地方呢所重吼、哦，时有李范张宾齐鲁安息才艺所指，莫不归宗啊，哦，后据任安下为父，就他依靠这个国学大儒熊安的这个毛下。当这个副首长，年将壮士啊，就是他这个张斌，这个张斌呢，这个年壮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啊、就能够这个领徒千余啊，来到这个赵州元氏县的这个燕角市的旁边呐、啊，即是所谓印觉寺，就是印觉寺这个地方，他就像这个印觉寺的这个出家人呢，这个可能走路啊，这个累了，口渴。就跟这个印觉寺的这个师父们求这个水来喝，那么这个沙弥啊就要拿这个水给这个张斌喝的时候啊，就问说这个水具有几层？具有几层？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层里面呢、啊，这个水具有几层？答得出来，才能这个喝这个水。答不出来啊，不给水喝啊。那么这个张斌啊，他是学儒家的，国学大儒，雄安的学生嘛，他是学儒家的，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佛法，他怎么能答？当然就答不出来啊。这个沙弥跟他打这个禅机啊，这个水具有几层啊，他怎么答得出来？他当然答不出来啊。答不出来呢，这个没办法回答，就呆立在那里哦，素不内摄，就是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哦，枉然无对，怎么回答呢？就是站在那边，呆呆的站在那边呐、啊。那么这个沙弥也很不客气啊，以水浇面、啊。这个沙弥，如果用我们这个事相来看呢，觉得这个沙弥很粗鲁，不给水就好了，怎么用水泼人家的脸呢？很不礼貌啊。可以说很没有给人家面子啊，哦，但是这个张斌啊也很有善根，他并没有这个发怒，哦，但不觉没有说对这个沙弥这么无理的举动啊，泼人家的脸啊，这样的无理的举动而发怒，就大打出手，没有，他反而大逆，就是很惭愧，很惭愧的跟这些徒众呢。这些学习跟他学习的这些儒生来说呢，说非为以水入我，只显佛法难施啊！说你们不要以事相的这样的看法，认为说这个出家人沙弥呢，用这个泼水泼我的脸这样的来侮辱我，只是呢，他是在显示佛法的难施啊！他是在显示佛法的难施，所以同样一个敬啊，我说敬无好坏啊，这个好坏在人的心的体悟啊。就有的人呢，这个出生这个贫困的家庭啊，他反而呢这个立大志，反而呢这个努力发愤图强，那么呢他有一朝一日啊就出人头地啊。但有的人呢，在个逆境的时候啊，这困境的时候，他反而怎么样？怨天尤人啊，怨天尤人啊，那么呢他就被这个外境啊，这个环境就打趴在地啊，就只是一直在怨天尤人，怨恨这个天老天爷不公平，怨恨呢这个父母不公平，哦，那么他就被这个
困境，这个不好的环境就被打趴在地。但是这个张斌他就不是，那就是我们佛法所谓的善根啊，哦，有善根的人，他看到任何境，他都会回光返照，去领悟，哦，去领悟，这就是善根。哦，那么这个善根呢，其实都是多生累劫的这个跟随累积而来的，哦，累积而来的。那么这个张斌呢，他可以说可能过去世啊，他的这个在这个善方面，他有这个着力啊，所以呢，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啊，遇到这样的一个侮辱，这样的一个处境，他反而呢能够反观自省，哦，非为以水入我，只嫌佛法难施，哦，就因此呢而来出家，而来出家，他就把他这些1000多个的这个徒众啊，跟随的这些学生啊，一时呢就把他们呢各自呢去各自努力，去各自去发展，那么呢这个张斌他就去出家了，这是这个佛法这个的一个善根的一个显露。然后那么像韩信就胯下之辱，他就呢发下这个立志而成为一个刘邦的一个大将军，然后这是世俗的，世俗的。那么世俗的这样呢有朝一日呢这个功成名就，但是呢这个伴君如伴虎啊，所以呢虽然功成名就了，但是因为伴君如伴虎啊，功高震主啊，有时候就被怎么样，人头落地啊，人头落地。那么出家修行呢就反而呢能够呢这个了脱生死啊，了脱生死。那么这个张斌呢他就是善根发露，当下这个碰触到这样的一个逆境，他就发心来出家，发心来出家，哦，能够直下有这样的一个大气魄，把1000多个的学生呢，当下令他们各自去寻求发展，这很不容易啊，哦，这个能够放下这个面子，然后，哦，能够放下面子，1000多个人跟随他的一个学习啊，也可以算是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老师的，然后，哦，那当下呢，被一个沙弥泼水泼脸的这样的一个泼水的一个动作来侮辱他，能够当下放得下这个我执，当下放得下这个我的面子，而来反攻回光返照自省，去领悟佛法，而能够甚至呢更进一步有这样一个大气魄大作为，当下让1000多个学生呢各自去发展，他呢一个人就去出家了，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哦，非常的不容易，跟这个古代禅宗啊，后来唐朝的这个禅师啊，哦，这个一样啊，哦，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霞山善慧禅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大气魄，哦，一样这个霞山善慧禅师呢也是一个当时候是一世之主啊，那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这个被这个道悟禅师所点醒啊，所点醒，而去跟这个传旨和尚啊来求法，那当下就把这个庙啊给关了，这个分散徒众，那么一个人呢，就这样呢放下这个讲经说法大和尚住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啊，去跟着一个这个摆渡的传旨禅师去求法。这也是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能够放下自己大和尚大住持的身份，去跟着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摆渡的传旨禅师求法，当下这种所谓的我执我相他能够放下来，所以自然能够这种与道相契，与道相契。那么这个张斌也是一样，张斌也是一样，那么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善根，能够当下这个遣散他的学生而来出家，那么这个出家这个道场里面他就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出家3年之后呢才可以去受戒，入道3年立誓，就是出家之后呢才能去受戒。在古代啊，这个出家要考试，考试过了政府允许了，哦，才能出家，
不像我们现在哈，这个发心就能够出家，比较方便。在古代要出家很不容易，乃至这个盖道场更是不容易，没有政府的允许，是没有办法这个出家跟盖道场的。那么呢，受戒也应该是一样，也是要考试啊。有的朝代啊，必须要考试，像这个唐朝玄奘大师啊，要出家受戒，他也是要考试啊。就是国家呢，有这样的一个用这种国家的公权力来维持出家人的这个品质啦，水准，所以必须要出这个考试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古代的一个情况，然后的一个情况，各有利弊，然后这个好处呢，就是至少这来出家的人呢，他至少对佛法有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基本的一个学养。那么这个坏处呢，就是他限制了这个发心出家的人呢，有种种的一个不方便跟限制哦，都凡事的。这个好的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规矩跟制度，只要落实到人间呐、啊，落实到人间呢，难免呢，难免都有产生利弊得失了、啊，利弊参半了、啊、吼、哦，这也是世间法的一个局限了、啊、吼、哦。那么这个因为张斌的一个善根，他呢出了家之后，就能因为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个住持可能或者常住众。可能认为说这个张斌很不容易，一下子呢，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脸面这个放得下来，而且让一千多个学生都各自去发展，独自一人来出家，这一点呢，着实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就让他特别允许，不拘于常制，即日便于具戒，就不拘于一般出家人的这个常规。必须要三年才能受戒这样的一种规定，即日剃度之后不久就让他受具戒，然后受具戒受大戒哈。那么呢，这个张斌受完戒之后，他也极力的这个努力的一个学习，然后因为毕竟他有这个国学的底子，再来阅读佛经呢、啊，就比较能够早很快能够理解这个佛法。虽入西山管寻藏部，他也很深入。这个经藏神用身拔慨叹晚之啊，就等到他接触了佛法之后，他才知道说这个太晚接触佛法，太晚接触佛法，这个佛法这么的高深啊，这么的好，这么的殊胜，他居然呢这么晚才接触佛法，就非常的一个感慨了哈。那么北魏宣武帝呢崇尚佛法，所以这个菩提留支啦、啊。热那摩提那佛陀散作，他都来在这个洛阳来翻译《十地经论》。那么道从呢，他也跟着这个菩提留支呢学习。那么随着他的一个学习，他也随着的做笔记。那么呢，这个学习了三年哦，学习了三年，这个随文出书，继而开学。等到学习三年之后呢，他就这样的一个努力，还有随文随记。出了这个《十地经论》的这个书文，他马上就能够这个讲解，毕竟他有这个国学的讲课的一个底子嘛，吼，所以呢，很快他学了这个《十地经论》之后，三年他就能够讲解这个《十地经论》，声唱高广，腋下隆推，就被这个腋下这个安阳这一带大家呢所尊崇。时超载文雄未说。恒子才、杨修之等这些呢当朝的些官员呐、啊，以前呢，他都曾经在这个道从张斌的座下呢学习当学生，哦，所以他呢这些学生呢后来也都当上了这个朝中的这个大官，然后妄行迷计，相从来听皆莫小焉呐、啊，因为道从他已经出家了。那么隔那么久没见面，可能一时之间呢，这个学生也认不出这个老师，这个张斌后来出家为道种，认不出来，
但是呢，道琼一看，他就知道这是他以前的学生了、啊、哈。乃曰：“公等诸贤既称龙国，就是说你们现这些诸贤呐、啊，现在已经在朝中当大官了，为国效劳了，颇曾授业有所来耶？就是你们曾经有跟过这个好的老师学习过吗？”那么这些人呢，就都回答说：“本知张氏晏熟出家，就有我们有曾经跟这个张老师，就张斌呢，来学习。但是我的老师呢，张斌呢，后来他就出家了，所以我们也不晓得他现在在哪里。”那个道琼说：“师之有由，今见落池啊，就是远你的老师张斌呢，远在天边呐、啊，近在眼前呐、啊，就是阿达克西沃啦，哦，就是我啦。”那么这些学生呢，就赶快呢，这个朝拜礼拜呢，做工作揖啊，就跟这个老师啊，这个道琼呢，这是忏悔，罪及生疑，出离身相。所以我刚听你老师的这个讲课的声音，讲句说的声音，好像是我以前的老师，但是因为你出家了，剃发了，容易顿改，至此无误，就是你已经出家了，穿下僧服了，跟以前的相貌已经有所改变了，而且是出家人修行啊，这个相貌都会转变了，都会转变了。所以呢，一时之间呢，也不敢相认了，也不敢相认。那么今天老师你这样说呢，实在是呢，我们当学生呢，真的是罪过了，自己的老师呢，既然没有认得，不认得，还得老师你来认我们，然后于是同敦三大请之一心呐、啊，悲庆相许，遂以文奏。那当然呢、啊，这些学生现在都已经成为国家朝廷的这个大官了、啊。当然呢，回去朝廷之后就跟皇帝啊，这个举荐啊，吼，这个他自己的老师啊，所以这个张道琼就因为这样哦，就在这个北魏这个地方呢，更加为这个皇帝所尊崇啊，吼，所尊崇。那自然呢，就这个以德易时啊，命易在。金融啊，嗯，以德义徐使命啊，义在金融，就为这个身属二众也好，或者朝廷也好，就为大家所尊崇，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就有给他的这个供养哦，将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呐、啊，就是他自这个在这个北方啊，这个弘扬。这个《史地经论》啊，有跟着一起学习的有上千人呐、啊，其中高者就学有所成的，就有深修法纪、谈理、劳仪、鲁国等事也哦。所以这个道琼呢，他本身呢都是从儒哦，跟着这个国学大儒呢来这个学习儒家。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小沙弥的一个点拨，他呢善根发露，就悟然呢能够放下。世间的这个名望而来出家，就跟这个弘一大师一样哈，那么能够这个放下世间的这些艺术啦，还有这些这个种种的这个声闻地位，他毅然能够放下来哈，毅然能够放下来出家，都是成为这个一代的高僧啦，吼，一代的高僧，这些都是古德的，这个值得我们呢。敬佩的地方啊，很不容易。这道琼，那么呢，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史地经论》的这个南道派，是以这个热那摩提跟他这个弟子慧光吼、哦、为主。那么我们刚前面呢？我们前面有讲解到这个热那摩提呢，他这个翻译除了这个《史地经论》之外，他也翻译了一部这个如来藏学派啊，印度这个如来藏学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叫做《宝性论》。宝性论就是究竟一乘宝性论这一部经哈、哦。那这个究竟一乘宝性论呢，
就简称为宝性论哦。那么又称的宝性分别一乘真上论哦，或者是大乘最上要义论。那么如果按照梵文来翻译的话，是这个叫翻译作这个宝性分别大乘无上序论。这一部宝性论呢，是这个大乘佛教如来藏学派、如来藏思想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哦，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如来藏学主流的一个集大成的论书，在我们汉传佛教还有藏传佛教呢，历来呢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重视哦。那么汉传佛教认为这个宝性论是这个天竺监会所做的，由北魏热那摩提所翻译的。那如果依这个梵文跟藏文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宝性论是这个弥勒菩萨所做的。那么这个释论呢，在解释这个宝性论呢，这个释论呢是由无着菩萨所造的。可是呢，我们如果从历史跟教义的观点来看的话呢，这个宝性论由这个弥勒造论、无着释论这一个看法是缺乏这个有力的证据的，反而呢，这个大部分的学者都比较倾向于说，这个宝性论是由这个监会所造的这样的一个汉传佛教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哈，是比较可靠的。那么基本上呢，这个比较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说，这个宝性论是由这个监会菩萨所造，那么由北魏时期的这个热那摩提他翻译出来的哈。那么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文献史料记载中，最早提到说这个宝性论是由监会所造的，是这个华严宗的三祖法藏大师所写的这个著书《这个大乘法界无差别论》里面，这个法藏大师曾提到哈，他说这个监会乃这个地上菩萨于佛灭后700年时出天竺大刹利种，这个监会菩萨是这个印度的大刹利种，聪睿一群呢，依己所有平等法界传示众生，方为究竟广大饶益，是故造究竟一乘宝性论跟这个法界无差别论。这是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文献史料当中最早提到这个宝性论是由监会所造的，是华严宗的这个三祖法藏大师所说的哈。那么这个法藏他是根据在这个中唐武则天的时候呢，由这个于田僧人提云般若的两个得到这件事情哈。这个提云般若他是这个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也就是法藏大师著书的这一本大乘法界无差别论，跟这个大乘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的这个译者哈，这提云般若，这个法藏大师从这个提云般若的这个翻译当中呢，得到这个宝性论是由监会所翻译的所做的。那么可见呢，这个在这个西元七世纪以前的这个中亚地区啊，这个监会就已经被认为是宝性论的一个作者哈，宝性论的一个作者，这是从这个文献里面呢来这个考据得知的哈。所以这个是这个文献学虽然是现在这个西洋欧美他们的一个因为这个考古的一个兴起啊哈的一带来的这个文献学考据方面的一种学术的一个研究，它固然呢有它的一个局限哦，有它的一个局限，就是你凡事呢都要眼见为凭的话哈，有些呢是让我们呢错失了很多这个探求真相的一个机会了哈。毕竟有些东西呢，可能因为
这个天灾，这个地震啊，水灾的淹没啊，有些很多史料就被掩盖住了，或者是人祸，这战乱的一把火烧了，使得这个书籍呢就被烧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从这个文，凡事都要眼见为凭的话，其实是有它的局限的。但是文献学也有它的一个优点，优点就是让我们做学问比较能够严谨，就是你都要这个言之有物，言之有本，不能说空手空这个空口呢无凭，那么呢就表示凡事做事情呢就太过于这个草率，太过于粗糙。那么凡是这个言之有物，言之有本，那么自然呢在这个下笔的时候或者是在讲话的时候就会比较谨慎，就比较谨慎。所以这个文献学呢它也有它的一个优点，它有它的优点，那我们就是学习利用它的优点来帮助我们对于这个佛学佛法的一个真相能够更加贴近，更加贴近。就像这个手机，如果你把它善于利用，那么手机的这个搜寻 ，Google 的一个搜寻，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减少了很多舟车劳顿了，舟车劳顿的一个体力跟时间，就很方便，就能够搜寻到很多相关的资料，但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缺点，就会让我们迷于这个手机呀、迷于手机，好像没有手机呢，就日子过不了，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弊端。所以这个物东西呀、科技的一个东西呀、是要为我们所用啊，是要我们去益物，就利用这个这个科技的东西去发挥它正面的效应、正面的功能，不要益于物。益于物呢，就是被这个东西、科技的东西反控了，反控了。因为人发明这个科技的东西，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啊，方便我们呢这些找寻资料更加呢节省时间跟体力，能够更加的便利。但是如果被这个东西给反控的话，有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多的弊端，然后很多弊端，甚至呢有些呢歹徒呢也会利用这些科技的东西呢来诈财诈骗。所以凡是这个东西啊就落实到人间啊，都是利弊参半，都是利弊参半。那么唯有这个佛法的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有这个绝对究竟的一个好处了。所以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道从，他能够毅然决然放下世俗的这个名闻地位声望，而能够来出家，这个善根的显露啊，这个个人的一个般若智慧、般若善根的一个发露，就让他成为一代高僧啊。那如果他呢继续留在这个当官啊，然后可能虽然也是在朝廷当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官，但是呢，这个朝廷呢，这个官场啊险恶啊。官场险恶啊！那今天呢是这个皇帝的这个座上宾啊，座上宾啊，那明天可能就成为阶下囚啊，都有可能的哦。所以这个但世间呢就是如此，利弊参半哦。这个唯有佛法般若智慧啊，才是最近究竟的哦。那么这个印度佛教在这个西元前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开始的这个大乘经典兴起，那么就是也是就是所谓的迦舍利王啊，迦舍利王这个的时代啊，这个大乘经典呢就陆续出现哦，陆续出现。所以这个迦舍利王呢，他的时代啊，可以说是大小圣都很兴盛哦，都很兴盛。那也是在这个大乘经典的一个兴起啊，也同时呢，这个佛像原本是无佛像时期啊，大家只是用这个法轮、
过菩提叶，过佛的这个足迹，乃至呢这些这个鹿野苑的鹿，来象征这个佛陀佛法，或者是佛的涅槃，或者是塔，来象征佛的涅槃。那时候还没有佛像出现，叫无佛像时期。那么一直到了这个迦尼色迦王呢，迦尼色迦王的时代，这个大小乘佛法兴盛，那么呢，也因为这个希腊的这个神像的雕塑传达于印度融合，就产生了这个佛像的兴起哦，佛像的兴起。所以西元前一世纪之后，这个在印度大乘佛教纷纷呢出现，那么也经过了三四百年的一个这个弘扬，这个还有加上这个印度论师的一个融会贯通跟系统化，就产生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三大思想体系，就我们俗称的这个中观、唯识与且，还有真藏这三大系哦，如来藏的真藏哦，就是中观，还有唯识与且唯识，还有如来藏真藏系。那么在印顺法师把这三系判为这个性空为名的中观，还有虚妄为识的于且，跟真常为心的这个如来藏真常系。那么这三系呢，各层有他们的一个理论系统跟各自的这个实践体系啦，这是在印度大乘佛教的三大思想体系。那么中观它就建立在这个缘起性空，主要的经典是大般若经跟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跟这个提婆的这个百论。那么唯识有中的于且系呢，则强调这个净空心有的这个唯识思想。那么他们依据的这个经典有解生密经，还有这个弥勒的于且实地论、无着的摄大乘论跟护法的这个成唯识论，这些经典哦，那个论经。那么如来藏学派呢的这真藏系，这个他主张的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然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就是人性本有佛性的一个存在。那么经典主要是这个如来藏经、不增不减经，还有这个胜曼经、宝性论，合称为这个如来藏学派的三经一论，然后三经一论。所以这个宝性论是这个如来藏学派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论书哦，重要的论书。那么如来藏学派呢，是大约在这个西元二世纪跟三世纪的时候，刚开始是在这个南印度起来，后来呢，它就扩展到了整个印度，全印度，成为大乘佛教后期的一个主流了，与这个中观、于伽二派有极为紧密的互动。跟相互的影响，相互的影响。虽然这一派这个如来藏学派的论师跟论书比较少，但是呢，在这个如来藏学派的论书当中呢，却又大量引用其他像中观唯识的教说加以重述，来支持这个如来藏本身的一个宗义了。所以这个如来藏学派曾经一度被隐藏在这个中观跟于伽两大派学派之下，但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佛教研究者呢，都肯定这个学派呢，如来藏学派有他的一个独到见解，所以呢，仍然把它立为大乘佛教中的这个第三个学派哈，第三个学派。那么如来藏学派他认为说，这个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然后就是中观的这个一切法空是不了义。他这个如来藏学派是以如来藏为常乐我净的主要宗义的哈，但这样的一种常乐我净的这样的说法学说，却被这个般若中观学派呢，这个主张一切法空为了义，反对如来藏实有的这个般若中观学派呢，跟于伽唯识学派的一个批评，认为呢，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常乐我净，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藏的这个
观点呢，认为是这个真常论者跟有我论者为不了一说了。但是虽然中观跟这个瑜伽这两大学派批评如来藏的说法是真常论者或有我论者，但是呢，他也是有受到如来藏学派的诸多影响，诸多影响，比如说像这个《楞伽经》跟《密严经》呢，它就是属于这个如来藏学说与唯识学说相互融合出来的一个如来藏唯识学说，可见呢，彼此之间呢，互相的这个批评，互相的一个论辩，也是有带来彼此之间的互相了解，甚至呢，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然后这个是这个学术，学术，任何学说都必须要呢，所谓的这个对话，对话，对话就是一种彼此互相了解，哦，彼此互相了解的一个这个方式了，哦，透过这样一个对话，透过这样一个论辩，让彼此之间互相呢，这个交易呢更加这个阐明。那也因为彼此的一个对话跟这个论辩，又能够彼此互相呢这个调融、调和，哦，所以这个学术啊，都要这个论坛，都要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也有它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效益了，哦，正面的一个效益。那这在印度，其实中观、瑜伽跟如来藏这三大学派呢，彼此之间呢，也是有互相的一个论辩，哦，互相的一个辩论。但是在这个辩论过程当中呢，也同样的相互了解、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哦，就是彼此之间呢，都会互相影响，然后互相影响。那么如来藏学派呢，他因为呢，能够长于这个融合贯通，所以他的这个融合圆融的一个态度啊，一直呢受到这个汉传佛教的一个高度认同，然后因为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文化就有这样的一种融合大熔炉的样的一种，好像有大融合这样的一个基因呐，吼，他自然而然喜欢呢这个互相这个融合，互相的这个调融，所以这个如来藏学派来到中国呢，就受到这个中国人的喜爱，深深的影响这个汉传大乘佛教的一个发展，甚至后来呀，甚至后来成为汉传佛教的一个主流。禅宗所说的这个本心啊、自信啊，或者藏密哦，西藏这个藏密的明光心呢，都是如来藏思想的一个展现哦，展现。那么在这个西藏藏密当中，无论是旧义的这个大圆满传承，或者是新义的这个大手印传承，他们都是以这个人人本具如来藏为教义核心呐，哦，也是在这个藏传佛教呢立定的根基了，哦，那这个这样的思想跟这个儒家呢，人人皆可成尧舜，哦，如人皆可成圣贤，然后跟这个孟子的这个人性本善这样的一个看法比较接近，哦，比较接近。所以这个如来藏的这样的一种学说来到我们中国，跟这个儒家这样的一种看法比较接近了，就为中国所这个高度的一个认同，然后高度的认同，自然呢就影响到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教的一个发展，尤其是禅宗呢更对是这样的如来藏的一个看这样的说法呢，更加能够以这样的一个人人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为主要的一个他的一个教义核心，然后影响禅宗呢甚为深远，然后影响禅宗甚为深远。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15分钟。
再来讲解这个如来藏重要的一个论书哈，《宝性论》对这个佛教、中国佛教的一个影响。我们休息15分钟。
那我们接着来讲这个宝性论，因为这个宝性论影响我们这个汉传佛教至为深远，所以就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说明。那么宝性论的这个宝是指这个大乘佛法身三宝，那么这个性呢是指这个种性，种性也是成佛的自性住种性，这个种子，这个瓜的种子，那么它就长成了瓜，那么这个树的种子它就长成了树，那草的种子就长成了草，这是它的一个种性啊，是什么它就成为什么。那么在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学派他们的说法，这个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就是真如法身的这个妙境界呢，是不可思议的，为佛所知啊。这个在《法华经》里面就有说到，说为佛与佛才能证知佛的这个实相境界，然后这个菩萨不能知佛的境界，这个罗汉也不能知菩萨的境界，那么天人没办法知这个罗汉的境界，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佛的境界呢，这个妙境界呢，不可思议，唯佛能知。但是为了众生呢，这个三宝依法身而生，然后法身就是法身清净嘛，依法身而生，这个是众生的这个菩提因。那么菩提因的依据，它是建立在一切众生有这个如来藏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基础上面，然后。那么宝性论呢，它从三个层面呢，就是法身、真如，还有这个佛的种性这三个层面，来论证这个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样的这个教义。第一个就是法身遍满意，然后这个佛的法身遍满一切众生身中，然后这个众生界中无有一众生离如来法身在法身外。离于如来智，在如来智外，如这个种种色相，不离虚空中。然后，指这个众生呢，皆在这个佛的法身之中。然后，叫法身遍满意。那第二个呢，是真如无差别意，就是佛众生与佛的真如无差无别。然后，那么真如有两种，叫有垢真如跟无垢真如。那么众生呢是有垢真如，那么佛呢是无垢真如。就像我们说这个众生是未悟的佛，那么佛呢是已悟的众生啊。这个众生虽然处在这个烦恼中，但是呢这个真如佛性它并不离这个烦恼所缠，所以众生为的这个真如叫做有垢真如，也就是这个如来藏。那么这个佛呢清净无染，远离尘垢，所以果的佛的果位真如叫做无垢真如。但是呢这两种真如的相貌虽然不同，虽然相貌不同，但是他们的性体是无差别的，无差别的。众生如来藏染而不染，然后就像这个在这个粪便粪秽的这个真经一样，尽管这个烦恼在外相上染污了这个清净心，但是清净心的自性不为所染。就是像这个金子，就是我们众生这个清净心，它虽然处在这个污秽当中，在处在这个粪便当中，但是呢它不为这个污秽所染污啊，所染污是恒常不变的真理。所以说这个持法性、法体性、自性常住，如来出世若不出世，自性清净本来常住啊，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就不管是佛有没有出世啊，或佛不出世，这个众生的这个如来藏呢
这个清净心呢，都依然存在了哈，依然存在，只是经由佛在出现于世，这个开示悟路，这个众生呢，让众生呢，这个自信清净能够自己呢显现哈，显现，这是这个真如呢，这个无差别义哦，真如无差别义。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种性说哈，这个种性呢，在这个佛教的经典呢经常出现，但是它有很多个这个含义哈。最原始的用法，就是从古至今的这个印度社会的四种种性制度。哦，这个印度四种种性制度的区别哦，就如这个婆罗门种性啊，刹帝利种性啊，这个吠舍种性啊，哦，这个首陀卢种性啊，这是以他的一个血统出生，他的一个血统出生来决定他的一个阶级的一个差别。那么在佛典呢，虽然他也用种性这样的一种名词，但是他的意涵是不同的。哦，佛典的这个种性并不是以他的一个血统出身或外在社会阶级来区分的，而是指内在的一个精神智慧心灵领域的一个不同而有所出区隔的哈，有所区隔的。那么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个瑜伽学派哈，瑜伽学派主张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无性不定，就有这种就五种性。种性哈，五种种性。那么因为种性的不同，他的这个精神心灵的发展也就不一样哈，也就不一样。那么因种性含有多义啊哈，所以这个宝性论他也引不同的比喻来说明这个种性。那么也引起了这个如来藏思想的一个重要论义的哈，就是佛的这个种性，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如来藏，它是本有的或实有的哦。那么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回归了哈，回归这个总所谓的种性，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煮饭，它总是要是这个米的性种性才行啊。如果是砂石，那煮砂石不可能成饭嘛，因为这个砂石不具有饭的这个种性啊，必须要是米，它才能煮成饭呐，哦，那同样的，要成佛，你也要这个佛的这个种性啊，哦，就是如来藏。但是瑜伽学派呢，他认为说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无性不定这五种种性的说法是怎么样的意思呢？就是瑜伽学派他认为啊，就为什么有的人呢，他只是修这个声闻缘觉。他就只顾他自己修行就好，他比较不趋向于去利他，是因为他的这个种性是属于呢趋向于照顾好自己就好，自己受益就好。你要叫他呢去利他行菩萨道，他就不太愿意，他不乐于行这个菩萨道，因为他没有这个菩萨的这种种性。那有菩萨的这个种性呢，他自然呢会去行这个利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出来。就是每一个人呢，他的这个种性不同啊，就有所未来的发展就不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也有提到说，为什么这个涅槃经来到中国，在还没有这个唐无称所翻译的这个大本涅槃经还没有出现之前呢，这个法显所带来的这个涅槃经里面，他就有讲到说一禅体不能成佛，就是指这个一禅体啊，他没有成佛的种性啊，所以他不能成佛。那这对我们现在呢，已经接受了这个如来藏学派的说法，众生皆具有如来藏性的这种理论想法之后啊，就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个一禅体没有成佛的种性呢？
我们不太能够这个理解跟接受。但是在这个唐文称的这个北本，就是大本的这个涅槃经还没有翻译出来之前，确实在法显的涅槃经里面，它去经典里面就是讲到说，除一禅体之外，就表示说这个极恶多端的人啊，这个极为这个恶子的人，他是不可能成佛的，因为他没有成佛的种性。那这样的说法其实对我们中国这个原有的这个儒家思想啊，这个尤其是孟子这个人具本人性本善的这样的一种看法，跟人人皆可皆尧舜啊，是有所这个冲突抵触的。虽然在先秦诸子百家里面的这个荀子啊，讲说这个人性本恶，但是基本上呢，在中国的这个儒家思想还是以这个孟子的人性本善呢，最为这个我们中国大部分人呢所接受，所以这个孔孟思想就一直流传到今天了。那么荀子的人性本恶，所以他需要有外在的这些法律条规来规范这形成的法家思想，毕竟呢并没有像儒家孔孟思想那么在中国普遍盛行了。可现在中国本身他还是比较趋向于说这个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种看法，人人皆可生尧舜。所以为什么这个法显这个翻译的带回来的这个涅槃经里面提到说，这个除一禅体之外不能成佛，就是一禅体它没有成佛的种性，太极恶劣了，它不可能向善，不可能呢这个成佛。这是在这个法显的涅槃经里面这样有这样的经文，然后那么在这个唯识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论述，就是这个忏体极恶多端的人呢，他没有这个佛的种性，所以没办法成佛。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佛教的一些观点公案故事啦，就是这个阿难就有一个老者，他也想要来出家，那么阿难就看这个人三百世不跟佛结缘，那怎么出家呢？所以这个老者啊，被阿难阻挡在门外，不让他进去找佛跟佛出家，他就很伤心了，在外面哭闹。那佛陀在里面听到外面有人吵闹哭闹，就来关心了，就一问才知道说，这个老者想要出家，那阿难给他看啊，这个三百世啊没有跟佛结缘，怎么出家？那佛在看五百世，这个老者呢当樵夫山山打猎，遇到老虎情急之下呢爬到树上念了一句南无佛，五百世之前有跟佛结缘，所以可以出家。所以所谓声闻没办法了解佛的境界，没办法了解声闻的境界，那么菩萨的境界，那么菩萨呢不能了解这个佛的境界，那同样的这能观的这个因缘也各个不同啊。罗汉观到三百世，那么佛呢观到五百世，所以要怎么来说这个没有跟佛结缘，没有佛的种性呢？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就是学说的一个局限，学说的一个局限。那么这样的局限理论，有时候我们说情理法，这个以这个人的这个感情这个同情同理心来讲，
这个总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向善啊，哦，纵然这个极恶多端的人，他可能在这一辈子种种的因缘种性不具有佛的这样的一个种性跟因缘，但不代表说他未来没有啊。那么我们如何用这一世的情况来论断呢？来论断呢？所以他就衍生，就是佛的种性到底是本有，或者是实有？这个本有，就是他本来就具有。就是宝性论里面他有提到，佛性有两种，一个是地藏、地藏、地藏，他本来就常有；另外一个是如树果，就后来实有，就本来就有，就是住自信心的自信清净心体，它本来就有的，本来具有的。那么实有呢，就是它经由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启发的，就像这个树果一样，哦，它虽有可能成为这个果树，但也必须要透过这个阳光啊、水分啊、施肥啦、啊。的种种成长过程的条件配合，它才能长出成开花结果啊，所以它并非必然性的，它是实有。那这两种呢，说实在的，我们也很难论述的清楚哦，论述的清楚，到底是本有，还是这个后天种种这个因缘条件的一个配合才有。那这些呢，是在这个学术里面不太能够论述的清楚，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印度啊，这个如来藏的思想上面呢，啊，他也没办法讲解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落实到人间呐，啊，总是呢有它的一个局限，你没办法这个。把它呢，这个讲解的十分清楚。那么佛呢，他就说呢，这个因缘甚深，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你没办法用世间的这个学说论述思辨，啊，去把它讲解的哦，去把它讲解的。那么这一点，即使在印度也是没有办法的讲的。那么样的一个清楚了，那正因为他在印度呢没办法讲得那么清楚，自然来到中国，他也有很多他可以发挥的空间，然后发挥的空间，说这个佛的种性如来藏，到底是本有，或者是后天种种因缘的一个配合才有，这个说实在的。也没办法说清楚，因为在宝性论里面，他也是说佛性有两种，一个如地藏，就是他本来就具有这样的一个如来种性；另外一个就如树果，就是虽然他有如来的种性，但是呢，他也要有后天的这个成长过程的种种因素的一个配合。它才能开花结果，所以它不具有必然性，不具有必然性。就像说这个天才呀，它虽然是天才的种性，但是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或者后天的这个栽培，这个纵然它有这个天才的种性，它具有千里马的种性，但是没有遇到。这个好的善知识的一个调教栽培，这个千里马，这个天才也跟蠢才没两样，这个千里马也是被拉去当这个苦力的马一样啊，他没办法成为这个千里马，那必须要后天这些这个善知识的一个调教栽培啊，才有办法这个成为一匹。这个千里马，所以这个千里马也要伯乐啊，哦，
没有遇到伯乐，纵然他是一个千里马的种姓，他也跟一般马一样就埋没。所以这个宝信论里面其实他也就强调这两个，一个一者如地藏就本身具有，二者如树果也是必须要有后天的一个成长过程的一个配合啊，哦，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没办法说清楚讲明白，那么或许也因为没有说清楚讲明白，有更宽阔的一个发挥空间，所以呢才给了中国佛教百家各名的这个佛性说了，百家各名的佛性说。所以这个学说啊，学说这个有时候我们如果用一句世俗的话，就是话不能说死，话一说死呢就没办法再发挥了。那或许古德啊在印度的时候他没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他没有把这个如来佛性如来藏没有把它呢讲得太过于明确，留给呢这个后代的人呢可以有发挥的空间啊。那么也或许也如宝性论所说的，这个佛性具有两种，一如地藏，二如树果。其实另外一个层面也可以说，这个宝性论其实它就已经讲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非得说佛性就只有一种呢？就是如这个地藏这一种呢？在这宝性论里，佛的论说里面，其实它告诉我们这个有两种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硬是要把它定为一尊，要唯一答案呢？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呢？或许祖师大德也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啊。所以其实是我们后辈的人总是要有一个定义一尊，或是呢要有一个标准答案他才满意啊。但是呢祖师大德就已经跟我们讲啊，这世间这么浩瀚，事相这么的多端，这么的繁复，又如何要能够定义一尊呢？又如何只有一种这样的理论说法呢？是这个事有多端啊。所以呢这个佛性呢也有可能它有很多种情况啊。所以这个宝性论里面他就讲这个佛性有两种，一者如地藏，二者如树果。就像这个孟子人性本善，那么荀子呢他就讲人性本恶，那这种种说法也都存在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啊。这个有时候也切除这个人性本恶啊，就是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小孩子他的天性是善的，就像白纸一样。但是呢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这个小孩子一张白纸，但是如果把他丢到这个坏的环境里面，他所接触的所交的都是坏的朋友，他自然而然就学坏了啊。那如果这个小孩子把他丢到一个好的环境，善良的人在一起，他就成为这个善的发展啊。所以就有孟母三迁啊，哦，这环境的影响，环境的教育也很重要啊。所以虽然他的这个性是恶的，但是呢透过这个后天的这个调教，后天的一个约束学习，诶，他也会向善啊。那么他这个向善就也表示他有这个善的种性啊。那么性善的人在这个坏的环境里面，他接触到坏的，他也染污了，也变成坏的，那么他表示他也有这个恶的种性啊。所以在这个天台啊，就性具善恶，他就两者皆包。
两者皆包，有具善也具恶，这也是这个学说啊，硬是把它分割，总是有人呢，到最后也要把它做一个条笼，就像这个医术嘛，哦，刚开始呢就是全包，后来觉得这样不行，这个小儿科的要归小儿科的，内科的归内科的，骨科的归骨科的，哦，但是呢，到后来又发现细分的太细的话，这个头上医头，脚痛医脚，其实有些病它是具有这个相关联性的，这个脚痛不一定是脚的问题，骨骼的问题，很可能它是由别的地方引发而来的，所以变成又要把它做一个合并，都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学习，才不会呢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样的一个偏颇的问题出来，情况出来，所以这些呢，这个人这个具有成佛的种性啊，这个说法呢，毕竟呢还是为大部分人所接受了哈。那么依佛性本有说呢，他说是指说众生本自觉悟，不假造作，终必成佛，所以成佛有其先天的必然性。然而这个佛性本有说呢，很容易落入一元化的有我论，也有它的一个局限。那么依佛性实有说，则众生的觉性呢是待缘时起，就是带着这个外在的种种因缘影响，它才升起。过修行正悟，经过了他的一个修炼、修身、行善的修行正悟，当来作佛。那么如此虽可避免有我论的色彩，但也失去了成佛先天的必然性，先天的必然性。所以世间的学说呢，都还是有它的一个局限性。到底佛性是本有还是实有，这个自古以来啊，自古以来从印度也好，或者是来到中国也好，我们之前也讲到这个十地经论，北道系跟南道系也是在这个地方呢，各有各的坚持，各有各的说法，然后各有是，所以这个也没办法定你一尊，然后也没有这个标准答案，然后但是呢，这个这样的这个宽阔，没有把它说死的这样的一种学说，终可以给呢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呢这个各自的表述了，百家各名了，留在一个发挥的空间了。那么这个自性住种性呢，这个种性说如来藏这样的说法，在这个经论里面有诸多的译名，然后比方说《华严经》里面呢，就称为是无碍法界，或无私智、自然智、如来智慧。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就称为妙法。那么在《圆觉经》里面就称为圆觉。在《维摩诘经》里面就称为不可思议解脱。在《涅槃经》里面就称为佛性。在《般若经》里面就称为实相。那么在《如来藏经》里面就称为如来藏。除此呢，还有像这个法身啊、真如啦、实际等不同的译名，都在指述这个如来藏，都是在主张这个如来藏，这是不同的名称。那么在不同的宗派里面呢，也有不同的称呼，像华严宗就叫自性清净圆明体，那么法华宗就是天台，就叫实相，那么禅宗呢就叫心性、本命圆成或本地风光，都是指这个如来藏。那么净土宗呢，就叫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乃至于唐密、藏密，对这个佛性、种性呢，也有赋予不同的称呼了哈。那么所以就总之，这个有名言说所说的这个千经万论的，
宗门还是教下，安立的各百千种名号，都是在诠释这个佛性，都是在诠释这个佛性。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宝性论，它的内容无非是要表达这成佛的之道，对，基础都是建立在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就像说这个米呀，具有这个成饭的这个种性啊，所以煮米才能成饭啊。那砂石不具有这个饭的种性啊，基因啊，所以煮砂石呢，就永远不可能成饭啊。那一样的，就是因为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所以呢，这个众生呢，皆可成佛，皆可成佛。那么在这个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的这个信心之上，于佛性能起心之后，再经过修行的历程，终究可圆证无量功德的法身啊，或者菩提，并且呢起无尽教化众生的业用，然后业用，就因为呢你有这个成佛的这个种性如来藏，那么透过你的这个修行的历程，终究能够成佛，然后呢能够起这个教化众生的一个业用。所以这个宝性论这个成佛之道的最大特色呢，它是一个积极而肯定的这个人具有佛性，所以呢就能够鼓舞这个人呢这个趋向于佛道，而且使他们在这个佛道上呢，把自己跟其他人事物产生同体性的认同，然后，那么，这个天台中的这个草木成佛，或禅宗的这个狗子有佛性，都是佛性论的延伸跟影响。哦，就无情说法，哦，草木成佛无情说法，哦，就我们得透过这个外在的这个境，而自己有所领悟，有所领悟，那么这也是这个无情说法的一种。就像这个圆觉啊，他看这个花开花谢，或者树叶掉下来，他能够领悟到这个因缘呢，和合而生呐、啊，那么因缘呢，也因为因缘散灭而亡了、啊，这缘起而领悟这个缘觉哦。那么这个不管是草木也好，或是这个无情也好，它也皆能够这个无情说法，草木成佛。那即使是这个动物啊，狗子也有佛性了、啊，也可成佛。我说我们看这个鹦鹉啊，它也会念佛、哦、那么这个狗也有它的灵性、哦、它对主人的一个忠诚、啊哦、那么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也有看到这个大象也会叼这个它的鼻子啊，也会叼这个物品啊，来供养这个托钵的僧团，乃至这个大象的这个前脚也会跪下来来供养这个托钵的僧团、啊、所以动物也有它的一个灵性、啊、动物也有它的灵性，那么有这个灵性呢，自然而然在我们的理解大部分还是趋向于都能够存佛，都能够存佛。所以这个如来藏学说呢，它后来尤其是在我们北传汉传佛教就影响至为深远，然后影响至为深远，几乎呢这个后来这个尤其是禅宗这个净土的一个兴盛、哦、因为这个唐武宗啊的一个毁佛啊，经典呢被这个焚毁破坏，独剩呢这个禅宗跟净土这个比较不重经典的这两个宗派
就独圣了。那么禅宗跟这个净土的这个教义啊，也都是趋向于这个如来藏的想法的这种学说啊，所以呢，这个如来藏思想就影响到我们北传佛教，所以这个宝性论啊，可以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论书啊。那么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啊，这个在这热那摩提把它翻译出来，就影响到这个汉传佛教至为深远。那同样的，这个菩提留支所翻译的这个《十地经论》，它算是这个中国我们唯识的个初期时期啊，初期时期，这个《十地经论》带来这个唯识学的一个研究。后来《摄大圣论》是属于这个唯真谛所翻译的这个《摄大圣论》摄论学派。就属于这个唯识，中国唯识的第二个时期。那么到了唐朝，玄奘大师的这翻译的《成唯识论》，就又带来这个唯识的一个研究的巅峰啊。这个菩提留支所翻译的《十地经论》带来的唯识研究，跟这个热那摩提的这个宝性论带来的这个如来藏学说，都在这个北魏时期呢，影响到这个中国佛教，都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也因为在这个北魏这个魏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这个佛经的一个还有论书的一个翻译进来，就在这个南北朝时期啊，这个百家争鸣，各种的学派啊，涅槃学派啊，三论学派啊，十地经论学派、十地学派、摄论学派、俱舍论学派，乃至于的毗昙学派，都如这个自为兴隆。那么到了这个隋唐啊，也随着这个南北的统一啊，就形成了这个宗派，就形成了宗派。到了隋唐之后，就宗派兴盛啊，宗派兴盛，这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情形，然后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在这个宝性论就跟大家呢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了，哈，详细的一个解说。那么热那摩提呢，他另外一个就是度到一个很有名的很有成就的一个高僧，就是慧光。慧光呢是这个北魏东魏跟北齐呢三朝共尊的一个大和尚，这是在这个热那摩提的座下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弟子，叫慧光。但是慧光呢，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跟着热那摩提，反而呢是先接触这个佛陀禅师啊，先接触佛陀禅师。其实慧光说这个佛陀禅师的影响也蛮大的，也蛮大的。在这个《续高僧传》的这个慧光传里面，他有提到，第一个是这个慧光在这个十三岁的时候，随他的父亲来到洛阳，在这个四月八号呢，这个跟着这个佛陀禅师呢来受这个三规，受三规。那么佛陀禅师呢，看到这个慧光这个小孩子啊，他的眼光外射如焰，身为必有其超也。这佛陀禅师看到这个慧光的这个眼神呐、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呀、其实从他的眼睛呐、可以看得出来。这佛陀就禅师就看这个慧光的眼神外射如焰，炯炯有神，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呢，这个必有这个奇超啊，就将来必有这个大成就，所以苦邀留之，且令诵经。就想尽办法，一直呢，要留这个慧光呢，在这个寺庙里面住，不让他回去，不让他回去，苦邀留之啊。所以这个一个这个伯乐啊，是这个千里马，有时候呢，也是要费一番苦心呐、费一番苦心。要是不是有这个佛陀禅师呢？这个苦邀留之，
且令诵经呢、啊，可能也没有后来这个慧光这样的一个大师的出现、啊，然后，那么光执卷染文承诺习习啊，这个因为这个慧光呢，被这个佛陀禅师呢苦邀留下这个寺庙，且呢，这个让他呢诵经呢，结果这个慧光啊一诵这个经呢、啊，就好像以前曾经读过一样，就有所领悟，就像这个魁基大师啊。慧基大师啊，这个一路这个寺庙、啊、被这个玄奘大师度化，一路这个寺庙听到这个钟声呢、啊，他就领悟到他前辈子的种种修行、啊、一样的道理、哦、一样的。但是这个玄奘大师要度这个慧基的时候，也是费尽苦心啊，三居和尚啊就满足他，这个喝酒吃肉，还有美女，种种这些呢都满足他。等到他这个魁基大师一入佛门啊，住在寺庙，一听到这个早晚钟声啊，他自然就领悟了这个三居啊，三车的这个酒肉啊、美女啊，他就不要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些这个千里马也要这个伯乐，才有能够让这个千里马哦能够有所出息啊。如果没有遇到伯乐，这个千里马，可能也是这样，跟一般马一样埋没埋没。那么就因为慧光受这个佛陀禅师的苦邀留之啊，且令诵经啊，他们一读经文啊，承诺习习，就好像以前曾经读过，就一通百通啊，盘通博弈啊，从诸幽里，兼以具谈鬼举鬼，太新奇动变动物情，实谈异口，自夏末度而出家，就是因为有这个佛陀禅师的一个用心啊，让这个慧光啊，又在领悟他以前啊，可能也是一个出家修行人，同曾经读过这些经典，所以以前的这些种种修行，就又能够接得上，接得上，然后呢，终于呢，他也就出家了，出家了。所习经告遍为人说，他有所领悟呢。他就会跟人家讲说，持记清迷，理义高华，就是他讲解的这个道理呢，非常的这个领悟非常的高，所以他的讲经说法呢，就为大家呢都乐意呢那个好药，时人号之为圣沙弥呀、啊，就从小就展露他的才华，哦，展露他的才华，就被人家称为是圣沙弥呀、啊，就。过来人，再来人，然后因获利养，受而还施，就因为出名了嘛，就受到大家的一个供养扶持啊。但是这个慧光沙弥啊，他不会贪心呐、啊，他这个右手拿来啊，左手出去啊，就还是呢广为布施啊，施为长之寻用附近啊。那纵然呢，这个师父给他呢。他也马上呢就把他施舍出去了，所以这个佛陀禅师就说：“此成大事之行啊，便重而不尽、啊，就放任他了，哦，放任他，不再给他有太多的约束。哦，知请教戒尽了，为义之啊，然其雅量宏方，不拘小节，战毁得失，声色不欲，众义弃之而美其远度。”就是这个慧光啊。他呢，这个宏采大略啊，不拘这个小节啊，对这个得失占欲啊、毁誉占欲啊，他都不会呢为之所动啊，所以这大家都称赞他。这个佛陀禅师说：“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这个佛陀禅师呢，可以说是伯乐啊，哦，他了解这个。慧光沙弥呢，是不是平常人？可能是再来人。那么呢，再来人呢，有时候呢，如果没有抄家给他约束啊，有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因为他的一个才华而不知不觉生起傲慢，所以就告诫佛陀禅师，就告诫慧光啊，说必须要先听戒律。必须要先听戒律，
律为会稽啊，非至不奉啊。若出依经论，必亲戒往，邪见灭法，障道之源呐、啊。这个佛陀禅师呢，可能知道这个慧光这个未来的个才华，所以呢，他要求这个慧光呢，要先听戒律。那也因为这样哦，也因为这样，由是因循多受律检哦，也因为有这个佛陀禅师的一个提醒，所以慧光大师呢，后来呢，在这个戒律上的弘扬啊，就大为出色，被称为光统律师啊，弘扬四分律，就这个其来有志啊。这个慧光会成为这个光统律师，成为慧这个四分律弘扬之主，其实也是因为有这个佛陀禅师的一个点拨啦，哦的一个点拨跟提醒啊，哦，所以他在这个戒律上面呢，就会去钻研然后，而成为这个四分律的一个弘扬的一个祖师啊，吼，那在这个传记里面呢、啊。他就有提到说，这个四分律为广宣通啊，有道富律师创开此部。就刚开始呢，这个四分律翻译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在中国呢佛教界流行。中国佛教界呢普遍流行的是这个十诵律跟升起律，反而四分律呢并不怎么红通，是要到了这个。道富律师的时候呢，他才自书哈，他才自这个四分律的这个注解，但是呢，也只是科文而已，科文而已，没办法呢，只有太多的这个讲解，哦，所以呢，依然呢，没办法使这个四分律呢弘扬开来，一直要到了这个慧光，将之所学为句口传呢。即年登冠少，学行略周，常闻言不通，花花界变主，来往本乡尽受具足。这、就是慧光呢，因为有这个佛陀禅师的一个点拨呢，所以他对这个戒律，他就有这个去钻研深入。博听律部，随文奉行，四下将登讲升起律。哦，因为刚开始都是升起律跟十诵律比较流行，然后所以刚开始也是接触这个升起律。初以讲唱高和广，词理精选，渐览经流，未遂听图云何？光之学功之所至也。就是刚开始讲解升起律的时候啊，因为曲高和寡，就是讲得太过于高深，所以的这个。听者呢，不太能够听得懂，但是呢，随着他的这个讲经说法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就慢慢的呢，能够抓到呢这个讲演的这个要领，跟适应呢这个听讲的程度啊，就慢慢的越讲越好哦，所以到后来呢，这个听众呢就越来越多，就可见呢这个讲经说法。也都是要这个有机会啦，也是要有这个机缘的累积啊，哦，所以培育一个人才呢，就没有天生的释迦，也没有天生的弥勒，都是必须要透过这个训练跟努力啊，所以这一分这个三分天才呀，也要七分的努力啊，哦，纵然你是天才，但是没有后天的一个努力呀，哦，也不可能成为天才。所以后天的一个努力占七分啊，就占大部分。那么像慧光大师这个再来人呢，他也是必须要呢透过不断的这样的一种讲经说法的一个累积啊，就慢慢的听讲的人就多了。刚开始讲的时候曲高和寡，就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大家听的人呢比较少。但是随着他的一个经验的累积，随着他的这个讲解的这个
这个适应听众的这个转变，慢慢的，哎，听讲的人呢就多了，哦，未遂听徒呢，这个云和就这样，这个后来呢越讲越好，这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慧光呢，他知道这个是表示说他在这个讲经说法上面呢，这个有所进步了哈，学功之所至，就有所进步，有所进步。那这些呢，都从这个慧光这个三草的这个大和尚里面，其实也是都可以看我们这个得到啊，这个一根草一点露了，凡事都不要妄自菲薄了哈，都是要需要透过这个后天的一个努力呀，就自然呢能够有一番的一个成就，绝对没有说一开始就马上呢就得到了众人的这个欣赏，能像这个慧光再来人，但纵然呢刚开始讲也是呢听的人很少，到后来慢慢讲就慢慢有经验，哦，就能够抓到讲经说话的窍门之后，那听讲的人就越来越多，哦，这个再来人的慧光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这个我们凡夫俗子啊，所以就没有天生的释迦，也没有天生的弥勒，都是要靠后天的一个努力的哈，但是后天的努力也是要有这个机遇，什么样的机遇呢？就是有人呢愿意给你发挥的空间，愿意给你呢发挥的平台，你才能呢讲经说法训练。如果没有这个空间，没有这个让你发挥的平台，你只能呢像学习道生一样，就对着这个草木石头啊来讲。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啊，但是可能呢就必须要花更多的这个毅力啊跟时间啊，所以呢虽然是出家，有时候呢这个机遇也是一样很重要，有人给你发挥的空间跟发挥的这个舞台啊，都应当要惜缘跟感恩啊。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